在设计区设置专用的垃圾箱，严格落实专人收集、专车转运、焚烧处置的要求，最大限度减少垃圾滞留时间。一般的区一日两清，中风险及以上地区至少一日三清，对于高风险地区实行巡回反复清运，所有垃圾必须做到日产日清，严禁垃圾过夜，严禁私自处理涉及垃圾，垃圾运输采取全封闭措施，直运焚烧厂进行高温焚烧处理，不具备焚烧条件的地区做好无害化处理，严禁用缆车运输，严禁中途走运，严禁黄包底漏等问题出现，设计区域城市生活垃圾做到闭环管理，建立了设计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工作的台账，确保溯源可查。